陈怡，你这放假生活不错呀。对呀、啊，妈，这个草莓呀、啊，还有一个冰淇淋的味道，有一个冰淇淋味道，嗯，可以爆浆的吧？是。哇，这个，你又爆了这么多？对呀、啊。那你这个两种元宵，你喜欢吃哪个？还是都喜欢吃。都喜欢吃。嗯。那昨天吃那个是什么味儿的？咱昨天吃这个就是玫瑰味儿，还有桂花味儿。嗯，今天这个呢？挺好吃的。挺好吃的啊。冰淇淋味道的。这个草莓我刚打开就一个冰淇淋味道的。嗯。你在做什么？手账。我给你提个建议啊，这是粉丝们说的。第一，没有排版；第二，颜色不搭。还有个别说你鞋子不好。啊，我知道。这个我们承认，但是就是排版是怎么排的呀？你先把那个吃掉。就是它这个，我的那种排版就是大于号、小于号的。怎么大于号、小于号？就是在这往这边。哦，这要排版、啊，都可以，什么样都可以排。啊，那要不排呢？你鼻子上是什么呀？这是他在家生活。你这是做的什么吧？复古的。大家看看，成宇做的复古的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纸。这是你自己喷上去的？嗯。你知道成宇？哇，这个好漂亮呀！成，就这个纸是怎么弄上去的？可以用点点胶。这个颜料是怎么弄上去的？从哪儿弄的颜料？你跟我说。人家有点色素。啊，是食用色素吧？是配的。哇，大家说成宇做这个颜色搭不搭？这个倒挺好，但是它这里坏了一点。我看看。哎，这个是你爸给你买那个本吧？对呀、啊。这就玩成这个了啊？啊，没事，当然可以用的。复古是不是太费本了呀？不是，就它这个都水做。还有点费爹，还得让爹再买。大家说，来来，大家来评论一下，来，咱看看哪个好看。这个是一个绿色复古的，你介绍吧。第一个就是绿色复古风的，啊、嗯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属于那种黄橙色风的，还有那种红色，啊、嗯。还有这个呢，就是一个蓝色的，还没写全，没有完全写正。哦、嗯，这蓝色跟绿色合起来的。嗯，大家说成宇这次做的这个怎么样？排版我不懂啊，你们来评论一下。然后颜色，我觉得颜色还是这个YYDS YYDS 是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大家说是我不知道。这个挺好的，就是字儿成立在慢慢进步啊。对，我是真的。这个颜色搭的好不好，看看自己弄的这种。哇，这个还挺好看的。这个我感觉呀，就是这是第一幅，这是第二幅，这是第三幅。我觉得这幅大家觉得呢？还想看成宇做什么？最近流行那个冰咚咚，然后咱们要不要做一个呢？你也一个吧。嗯，咱们那个挺可爱的，大家说都挺可爱的。行吧，到时候给大家做吧。嗯，你把摊都先喝了啊。也正月十五闹元宵，元宵节嘛，要吃元宵，是不是？汤圆。咱们叫什么？元宵。嗯，元宵，然后也称汤圆，还叫什么？大家来评论吧。那你在这玩吧，快吃了，我洗碗。他的生活很美滋滋的。戴上口罩，咱们去干什么呀？给我换鞋。看看你的鞋呀，怎么坏了？弄起来。这块。啊，上边折了是吧？嗯。你再穿几天呀？五天，你们新过年的鞋子都坏了没有？穿了五天就坏了。好了，你换鞋吧。换鞋，看你姐姐能换个什么样子的鞋啊？幸亏我妈给我买的鞋多。你姐穿了五天，鞋坏了。这年儿还没过完呢。我们陈云芝每天一身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天，这个枪我有。你有？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买枪。你这衣服都挺好看的。这个鞋子也不错呀。是吧？程怡，这个鞋子也不错。你有一个这个类似的是吧？咱不用买衣服了吗？该买春款了。要看看，可以啊。我挑的，挺好看的，冲款可以，挺好看的，成宇选的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小孩子穿休闲的比较好。还有这个鞋子，我这个有点那个啥，冲天不能穿，你也试试不能。
成鱼，跟你这个鞋子差不多。这个我有一个。类似。对。是吧？颜色一样。这脸上哪个好看？成鱼，你看姐姐这脸上哪个好看？哪个好看？脸上哪个好看？都挺好的，我觉得个浅色的吧。嗯，我觉得浅色的。浅色的。三毛大不大？我有个这个，我有个这个，穿了好几年了。妙穿三七的啊？换三七的鞋，咱多少钱一对？如果换三八，你家是块钱的。这个挺好的。咋不来？让试这个，让试这个。这个三七的没有？让试这个。这个白色也挺好看的啊。我大姨这个裤子挺大。大家说哪个好看？这俩。还有那个，这个。这个？嗯。你自己选吧。其实这个。这个现在能穿，成云你说哪个？哪个？这个啊，他们说这个。我觉得那个白色也挺好的，现在就能穿。对，自己选吧。这三双哪双好看？这个大。这个大？嗯。这个也挺好的。最终选这个，还是成云选哪双？是成云选的吧？直接穿星鞋。主要是棉的，这个好看吗？选好了。人家给姐姐买完鞋了。嗯，换了，人家挺好的是吧？嗯。直接给你换新的，挺好啊。苗苗又能穿一双新鞋，哈哈哈哈，是吧？没有。咱不想穿，咱人家挺好的，直接给你换新的多好呀。咱们去逛街吧。呀，看见看我们成鱼见牛肉多轻啊。对。呀，你看我成鱼。劲儿大吧，下个视频见喽！哎呀，人，看人，你慢点儿。